这雪下的大不大？看看，包网和包台一样啊，必须的！我天，看到没有？这大鱼，我的天哪！来了，大鲫鱼，多漂亮！看，啥叫江鲫鱼？还有白鱼呢。来，大狗鱼，看，还有又来打了，晃悠呢。啥鱼？来大面鱼，快挂的少，快别跑了。大棍，鱼也多，棍子也多。来，这大鲫鱼多过瘾。还有啥晃悠呢？啥鱼？真的有狗鱼。狗鱼，这鱼不错吧？东北最大型冰下捕鱼，用这打眼神器，在冰上打眼，在冰下走2000米铁链的大拉网，出鱼的场面是非常非常壮观。一网最多捕鱼10万斤，喜欢东捕的，喜欢捕鱼的，对着屏幕点两下加关注，进来看。到时候鱼大呀啊，一斤吗？一斤得多呀，嗯，一斤，嗯，你看我挂网了啊，太黑心，全是蹦蹦虾呀，你看下多少，到里全是蹦蹦虾，全是草虾，哎，那路怎么跑嘞？轻易跑不了的。他这个现在鱼冻，我不扔鱼，刚才我爸没取回来，我给他一个，哎呦去，两个蓝票，两条鱼，哎，啥都有啊，你看你下来，我爸给他一个，能不能抱完？哎呀，看看啊，这么沉呢，60岁老汉，看捕鱼50年了啊，打小就捕鱼，那时候用大滑鞋，咋的了？进耗子了？哎呀妈呀，这下完了，要耗客了。你说本来拿就是个漏地龙吗？新客的，唠唠吧，看看。哎，给大哥搞里了。完了，完了，鱼都要耗死了。你这鱼想好了？完了，四叔咋整的呀？